哇塞，要8月8日，我小娟呢？我是刚刚列车的那111年5月2日，瑞芳，瑞芳站11点19分。我班车是4172次，树林八车将沿线港苏澳。大家8月8日，我小娟呢？在瑞芳，瑞芳那是银行。好酷哦！正走。好了，如果下面干嘛，咱们坐坐电脑就完片。瑞芳，瑞芳站是银行是4174，瑞芳站叫杨先生输。来来来，一台跟到后面打4224，树林发车将花东线两个线。还有新左营的普悠马之家。幺零零六天幺零二普悠马之家车网。在瑞芳，瑞芳那是银行。到下面干嘛？咱们多多电脑就完成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4224哦，开往新左营，新左营。开启车门。十二次苏联发车将花东线两个线看好新左营，普悠马自强号。这个按路下面干嘛？咱们都点不到，就完全该自然点。就那拜拜。啊，就那再见，拜拜。